好，各位朋友，现在我在民族西路跟这个中山北路交叉口，现在是4:37啊。今天有比较在这个正常时间出门啊，呵呵，那么刚上线，哦，还没有接到单，这样。好，那么今天呢有比昨天热啊，昨天呢是下完雨之后呢，这个太阳还是被遮住啊，今天下完雨后，太阳就冒出来了，所以整体的空气就变得比较潮湿哈，这样啊，今天当然就是要多补充一些水分了哈，不然要中暑啦。好，那么我现在的话一样哈，会往老地方前进哈，这样。不过今天礼拜三哈，大稻埕好像要放烟火，所以今天接大同区可能碰到人潮跟车潮吧，啊，我也不知道哦，那。那个一位朋友就说啊，这个今天晚上这个大稻埕那边啊，这个人潮车潮应该会很多啊，因为大家跑去看烟火这样。所以呢，哦，我今天假设会被系统带去万华啊，哦，中正区啊，或者是带到什么大安区去啊，我也觉得可以啦，没有关系哦，因为大同区晚上。哦，可能就有点，哦，不太好，哦，不太好送哈，哦。那么在这样状况底下，当然可以的话，哦，那就还是放弃哈，哦，这样。不过我觉得顺其自然啊，这种事情也很难说哈，哦，这样子，因为说不定这个啊 ，Uber Eats 工会哈，哦，就会是丢那边的单哦，啊，给我送，哦，给我收这样，所以反正顺其自然就好啦。好的，各位朋友，在前往老地方的路途中啊，我接到了我的开市单啊，那我精湛的 Subway， 老地方好朋友啊，我现在要去 Subway 去取餐啦。好，各位朋友，我目前人在这个民生东西路跟中山北路交叉口，我手上有一单要送过去，然后这一单呢，收件人。非常搞笑，哦，所以我就忍不住，我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哦，那收件人是男朋友，然后后面 H， 呵呵，就从 A 到 Z，哦，他是编号第 H， 啊，挺搞笑，挺搞笑的，好啦，就分享一下，哦，但是不能够给你们看哈，哦，这有各自问题，我只能用讲的啊，好。啊，各位朋友，我在民族西路的巷子里面哈，哦，我刚把手边的最后一单哈，哦，好了，送掉了。好，那现在是8:20，8:20啊，因为我现在这个离这个士林还有离这个三重哦都有点接近，所以我得就是赶快就是拼回老地方这样。啊，我目前呢送了15单哦，送了15单这样子，金额是900多块钱啊，954好像，啊，勉强可以啦啊，反正今天就是目的就是要冲单量嘛，所以那这样子是加减啦，哦，加减啊，反正还差5单哦，啊，还差5单我就可以下线哦。今天就是不冲多，因为我觉得看起来状况也不适合冲多，因为今天并没有哦，没有无缝哈，哦，没有无缝啊，其单跟单之间还是多少有等个5-6分钟、7-8分钟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今天能够顺利的完成20单，我都觉得已经这个幸运之神就是很帮忙哈，哦，这样子，然后。这个 Uber Eats 工会很帮忙了哦，这样子，所以那现在的这个心态就是以完成20趟哦为一个目标，这样就好啦。欸，其实我走到哪里，反正我就是小巷子一直钻哦，这样，这也是骑脚踏车的好处，反正哦就是一直钻小巷，哦，也不太会有什么阻挡这样。好啦，那么我现在要专心骑车啦。各位朋友，我在延平北路上面哦，这边刚放完烟火，大杀一车，大杀一车。不过呢，我呢一路走这里，我要去前面，好，客户在前面这样。各位朋友，意外看到这一台，
这还不错呢，因为有后避震器跟前避震器，哦，这个很稳哦。一台脚踏车，两台脚踏车，三台脚踏车，超酷的，今天很热闹。啊，各位朋友，刚刚呢，我就是送餐送到这附近的时候呢，看到那个一个 YouTube， 哦，就是专门在帮人家改电动滑板跟教别人骑独轮电动独轮车的咸鱼霸 ，YouTube 咸鱼霸。哦，看到他迎面而来的时候，脱口而出大声叫了一下，结果咸鱼霸就赶快停下来，以为我们是认识还是怎么样这样。哦，超搞笑的。其实我只是哦，天哪，我碰到一位 YouTuber 啦。哦，这样子，那看到那个咸鱼霸骑着电动独轮车，哇塞，非常的飘逸啊！哦，讲飘有点奇怪，就是非常的流畅的在这个自行车哦脚踏车道上面这样子滑来滑去，哦，我觉得这个也挺棒的哈，哦，这样，要是有人愿意啊，讲到这个，我其实想到，好像两年前我有看过一个熊猫是骑电动独轮车在送哦。哦，我是在那个南京西路，然后永乐市场那附近碰到他的，我还特别把它拍起来，不然那张照片大概搞丢了吧，我不知道。哦，这表示说其实骑电动独轮车是可以送的哦。哦，假如有朋友有骑电动独轮车，也可以挑战看看哦，这样。那么现在是9:30哈，9:23，我目前已经完成19趟了。哦，那我还差一趟这样。那我现在就在等这一趟哈。那我现在在的地方其实有点尴尬哦，所以我打算老地方哦，有点犹豫哎，我可能去林森北麦当劳去试试看吧，去等等看。好，我往那边走。啊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人在这个太原路上哈，那进宁夏夜市这样。那我刚刚本来要去林森北路跟南京东路交叉口的麦当劳哦去等单的，但是后来想到说，不对啊，我刚明明在那边送完餐之后，又在那边晃了一下，大概也差不多几分钟过去了。要是有单的话，单早就进来了。哦，所以想了想后，决定干脆来宁夏夜市这边等一等好了。那基本上来说，我就是等到10点哦，这样。10点要是还是没有单的话，那就直接打道回府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是骑到宁夏夜市旁边的小巷子去等，这样子。啊，各位朋友，我在农安街跟这个新北路交叉口哈，那我刚把手上最后一单送掉了哈，那目前是21趟，啊，因为刚接到的是叠单，就是2单这样，啊，现在10点多了哈，这样我要去吃东西啦，啊，今天就跑到这边了，我也下线了，哦，就不继续死撑活撑哦，不再挣扎了哈，这样，好，那明天继续。